大家好，我是 Rui Chenas， 我们现在出发前往地球上最热的地方卢特沙漠。由于这里炎热的温度超出人类的承受能力，以及缺乏像水这样的资源，这里几乎无法进入。美国宇航局安装在 Aqua 卫星上的中分辨率成像光谱仪记录到，世界上最热的地表位于卢特沙漠。在2005年，那里的温度曾经达到 70.7 摄氏度，像 Gandan Barrion 地球上最热的地方，人类曾经从太空测量到那里 70.7 度的高温。这是一片覆盖着黑色火山岩的广阔高原，据说地表没有生命存在。美国宇航局已经在那里测量了几年的地表温度，其数字多次创纪录。在这个被太阳烤熟的地狱里，我们将拍摄以前从未见过的图像。我们的第一站是沙赫达德，这是我们旅途上遇到的最后一个城镇，它位于沙漠西部的绿洲里。由于海拔高，这里的生活很正常，这里的气温大约在37度，我们的总路程将达到700公里，天气会越来越热。在进入沙漠之前，我们看到了数百年前的 Shafiabad 商队旅馆，现在那里已经成为废墟。In desert while the weather is so hot, we find some water and put our scarf or shamak in the water. National air condition. See? Put it on our head to reduce the temperature. So we need to record the track of going to the desert. There is a backup company which is following our GPS and our track. And if something happened to us, they immediately come to us.卢特沙漠也被公认为世界上最干旱的地区之一，这里每年的降水量通常不到30毫米，这少量的雨水在短时间内沿着周围的山脉流下并迅速蒸发，有许多咸水湖泊在炎热的高温下已经干涸了。不幸的是，一些候鸟在这种地理环境中飞行时找不到任何可以躲避的阴凉处，而他们犯了一个错误，他们来到这些咸水湖边喝水，他们为这个错误付出了生命的代价，这表明大自然对任何事物都没有怜悯之心。我不知道这是什么鸟，已经无法辨认了。我们走吧。为了在沙漠中前进，我们降低了汽车轮胎的压强，确保它们不会在恶劣的地形条件下爆裂。我们才刚刚开始，让我们测量一下这里的土壤温度。63.7 度，我不知道几百公里后会发生什么。现在阴影处的温度是45度，现在时间还早。I keep the phone cooler like this, with this ice like this. If it is got hot, it doesn't work. 经过艰难的2个小时旅程，我们进入了沙漠中心。我们终于到达了中心点。这个地方是卢特沙漠中海拔最低的地方之一，也是第二热的地方。过了这个中心点，如果我们要在外面停留超过2分钟，身体的任何部分都不能暴露，包括我们的手。12点左右，我们下车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测量地面温度。我们的红外线测温仪显示为66.9度。66.3度，68.2度。激光测温仪只测量了2分钟，设备就因温度过高而产生误差，而我们的进入时温度计则显示69.6度。我们的导游担心我们会陷入沙子里，所以我们很快就上车了。I'm gonna pass these dunes and then I pick you up there because the car should be lighter.当我们向沙漠中心移动时，条件变得越来越艰难。那里有我们以前在任何地方都没见过的卡鲁特斯巨型岩石。We need to be very careful near the sandstone because we got stuck immediately. Should be very careful and drive very good. 呼吸困难，吞咽困难。我的嘴很干，我们是来测量温度的，温度计的红线停留在这里不动了，因此我们无法测量，这表明温度超过了50度。我们这里还有一个激光温度计，这个已经完全不能用了，它测量过几次，显示为69度，但现在它给出了错误的信息，这是一个进入时温度计，这里的温度为52度。我们的导游说我们将继续前行，但这样的地理条件已经让我们无法呼吸了。打开窗户后，迎面而来的热风就像吹风机里吹出来的一样，地面就像炉子上的平底锅，而周围环境就像一个烤箱。我们打开窗户是因为我们想凉快一点，但没想到情况更糟了，好像热空气在挤压着我们的喉咙。空气温度和地表温度是不同的概念，地表温度表示的是沙子吸收阳光的温度数值，而空气温度表示的是沙子上方至少 1.5 米处空气中的温度数值，通常情况下地表温度高于空气温度。阿吉莱斯Because of this rock Look,
My shoe is melted. My feet feel like burning. 我们朋友的鞋子因为踩在地上融化了，这一层已经脱落了。地面大约是70度，我们还没有到达最热的地方。当我们不拍摄时，我们在储存水的冰箱里保护我们的相机免受高温影响，否则相机就会不断的关机。我们的手机有时也无法使用。My phone doesn't work. 尽管我不断地往我一直背着的两升水袋里加水，并一次又一次地喝水，但我还是无法阻止自己感到口渴。现在是14:15，我们正朝着无尽的沙漠走去。让我们看看我们能走多远。沙漠的近西部是一个低海拔地区，海拔达到150米，暴露在强风中，风蚀形成了高达150米的卡鲁特斯结构，可以在几十公里内看到成排的结构。该地区也是高达75米的亚丹风蚀地貌，平行山脊和其他地质气候构造的所在地。虽然这里的风很大，但沙子几乎都是灼热的，我甚至很难像这样站起来，因为来自地面的热量正在灼伤我的脚。即使我穿着高跟运动鞋，我也能感受到灼热。温度测量由气象站在阴影区域进行，但这里没有气象工作站，我们将非正式的对此进行测量。我们还要创造出阴影区域。在卡鲁特斯附近的阴凉处出现了疾风，一个小时前我们在太阳下测量到52度，但现在已经不是了。你看到现在的温度是47.3度，但看似无害的风可能在当天晚些时候带来沙尘暴。风还会使我们的嘴唇干裂，使我们更加口渴。沙子反射回来的太阳光使我们难以看清周围的景象，现场情况甚至更糟。我觉得我要瞎了，太阳光太强烈了。太阳眼镜是必需品，没有太阳眼镜真的不可能看清周围的环境。太阳眼镜还能防止来自两侧的沙尘暴，但这里不是最热的地方，我们还没有到达最热的地方。我猜那里的温度要比这里高出56度，50度以后每增加1度就会变得更加难以承受，金属物体变得不可触碰，也有一些物体可能会融化。温度从50度上升到51度的效果，与从30度上升到31度非常不同，这挑战着我们的耐力极限。随着时间的流逝，风力强度增加，这些都是夜间沙尘暴的迹象。在红云下，景观变暗后，像大海咆哮一样的声音无处不在。在几个小时的忧虑中，你绝望地躺在地上一动不动，这可能迎来一场沙尘暴。我们终于可以在阴凉的地方稍微呼吸一下了。现在我们要在沙子上加热食物，我们的饭菜在地面70度的温度上很快就准备好了。That reduces the temperature of your body.谢谢。我们在阴凉处休息，现在是3:30左右，我们没有任何力量了，好像太阳正在吸走我们所有的能量。我们正在吃一种名为 Hama Sabzi 的伊朗当地菜肴。我踏上了一块也许人类从未踏足过的土地，这是一种有趣的感觉。不常有人来参观这些沙漠的深处。我们在卡鲁特斯附近，我们将看到它的墙壁。这是一块非常坚硬而巨大的石头。现在我们想回到我们的营地，我们所有的水都没了。看，我们的脚步几乎消失了，每个地方都长得一样，我们甚至想不起我们曾经走过的地方。我们已经走了大约3个小时，太阳已经下落了不少，温度开始下降了点，我想现在是45度左右。沙漠里面都是无尽的道路，无论你看向哪里，都有成千上万条被沙子覆盖的道路。但对于那些不知道方向的人来说，命运只有一种。在这里，一些候鸟进入沙漠，由于酷热的环境条件，它们无法离开沙漠。它们的到来为包括蚱蜢和沙漠狐狸等生物的生态平衡做出了贡献。最后，我们返回车上，并开始了向北的快速探索，去一个躲避夜间沙尘暴的地方宿营。到了19:30，气温降到了可以脱下帽子的程度。此时风速增加，我们希望不会发生沙尘暴。幸运的是，我们来到一个更高的位置，这里是安全的。在明天的大日子到来之前，享受日落吧。我准备了一个光线井，向你展示在卢特沙漠中是否有生物，让我们看看哪些动物会来。关于本区域生物多样性的信息是有限的，但除了北部贫瘠的植被外，还可以看到许多物种，包括沙漠狐狸、蛇、蜥蜴、蜘蛛、飞蛾和长尾蜻蜓。然而，许多资料都明确指出，没有生物生活在 Gandan Barrier， 这是我们明天中午将会到达的最热的地区。这棵树就是 Nebuka 树，正如你所看到的，它下面有很多沙子，因为这里经常迎来沙尘暴，而这棵树从根部收集沙子，它有点像是在这些沙子上生长的。小小的 Nebuka 树是为数不多的能在沙漠不利位置生存的植物物种之一，到处都有。它们所站立的山丘会随着它们的生长而生长。We're gonna go here, volcanic mountain, volcanic area, and here is Gandan Barrier.
在这个地区，即使是那些多年与骆驼打交道的人，也几乎无法生存。根据一些传说记载，在历时数周的旅程即将结束时，连骆驼都只能用颤抖的双腿跪地爬行。看起来最逼真的海市蜃楼，总是会让冒险者们迷失方向。你有没有在夏天来过 Gandan Barrier？ No, it is very dangerous to come here in this season. It's 8 years that I'm doing in Lut Desert, but this is the first time that I'm coming here in this season. The weather is so hot and very hard.有没有人在6月份来过这里？ No, there is no people doing this. 有传言说，一个载满小麦的商队不得不把货物放在地上。几天后，当他们带着休息好的骆驼回来取货时，发现他们的小麦被烤熟了。Gandan Barrier 在波斯语中的意思是烘烤小麦。周围的沙丘和山脉将热空气困在了地面上，这里的低海拔降低了空气上升和冷却的机会。火山岩的深色表面几乎吸收了全部的太阳热能。在去 Gandan Barrier 的路上，我们发现了两个废弃的摩托车轮子，我们不知道在这个地域里骑手们曾经发生了什么，而最近的定居点在几英里之外。一些游客会在凉爽的月份来到这里，如12月、1月、2月，但伊朗政府经常禁止在6月、7月、8月参观沙漠。We cannot go any further. The sun are black and the temperature is so hot. We stop here. We stop here. No more further. Okay. It is dangerous to go further. Her şey bir poşara.我需要在这里拍摄2个小时，因为我需要研究这些石头。我们能在这里停多久？ Actually, to be honest, it is better to go, to leave here as soon as possible. But if you want to do anything, it is not my responsibility. Just go, we go back there and we wait there for you. You go and do whatever you want and go back as soon as possible. It is dangerous to stay here more. 你们现在就回去吗？ Yeah, we go back.It is very dangerous for the car to keep the car here. As you see, the stones are black and very hot, and it may flat the tires or also the damage the engine. So we go back there, wait for you. 只有200米距离。Maybe a little bit more, yeah. The temperature is so hot, and so I am trying to cool the radiator.We are here, exactly here, like 300 or 400 meters to Gandan Barrier. We are not allowed to go further with car. You can do this by walking. And this big hill is Gandan Barrier. You need to be careful, take water with yourself and cover yourself completely. Because the weather is so dry, even if your skin will be burned and you will be heated and your body will be dehydrated and you will die, okay? Just be careful and take lots of water with yourself. Take one radio, just in emergency cases, we need to be with each other in touch. Be careful, your shoes should be tight and the heat maybe burn your shoes as well, okay? Check this area. Just please go back as soon as possible. As soon as did your job, go back, okay? And always should be in touch with radio. Yeah, just sure. One group, yes? Take the radio with yourself and be careful, okay? Mm-hmm. To be without any, I don't know if it is not reality. It is the reality. It is dangerous. The reality is dangerous. Go and go back soon. And the time is the maximum temperature. It's 12. Until when you go back? 1小时后. So one is the hottest time. 也许是2小时后。谢谢。Bye.再见。过了这个点，我身体的任何部位都不应该再暴露出来。与此同时，自最初分析以来，美国宇航局最近发布了其卫星软件的新版本，导致人们猜测卢特沙漠的地表温度如今可能更高了。正如学术期刊《美国气象学会公报》的研究人员在2021年5月出版物中指出的那样，他们认为卢特沙漠的温度实际上可能高达 80.8 摄氏度。我们把肉放在汽车的控制台上，然后就出发了。我们的时间和资源是有限的，因此我们必须快速且有序。朋友们，你们能听到我说话吗？ Yes, sir. 我打算每10分钟报告一次。Every 10 minutes, okay. 任何地方都没有阴影处，到处都是大大小小的石头和玄武岩。这些石头太热了，手根本碰不了它们。哦、oh. ，这个地方太奇怪了。迎面见到的是一个巨大的区域，更像火星而不是地球的表面。我们觉得自己踏上了另一个星球，我们来到了地球上最热的地方。真不敢相信，我不知道我们能在这里坚持多久。到处都很热，我可以感觉到我的脚很热。我走过的地方没有一处不是黑色的，而黑色的地面现在正在燃烧。你可以看到前面的山脉，这些山脉实际上在继续延伸。看那边，看起来像着火了。不过我不知道你是否看到温度在上升，因为这里被山包围着，山把热空气困在这里，热空气
根本无法排出去，岩石的颜色和玄武岩的结构自然会更多的吸收太阳的光线，这个地方简直是地狱。现在让我们走一走，测量一下温度。干燥地表的高温吸走了人们迈出一步时的所有耐力和力量，甚至像仙人掌这样的植物也根本不能在这里生长。许多资料都说没有生物可以生活在这个地方。据统计，这些玄武岩残余物是在大约200万年前发生的岩浆活动中形成的。由于熔岩中的气体释放，岩石中形成了许多空隙。我们即将非正式的测量地球上有史以来最高的温度之一，把一个人单独留在这里意味着他将面临死亡。如果我们的朋友离开了，我们就无法离开这里。我们处在一个完全违背人性的地方，有许多文章说没有生物生活在 Gandambarian。 我们现在处于地球上最热的地方，在这个季节最热的时期和一天中最热的时刻。我必须非常小心地利用我的水。现在我将在离地面1米高的地方测量温度，这个测量必须在阴影处进行。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随身携带一把雨伞，这不是为了我们自己。这里有风，但有风并不意味着这里很凉爽，因为风吹得像火一样，我现在全身都可以感觉到灼热。 My hand is burning, the camera is black, you know?我们碰到的每一块金属都似乎着火了，所以我们不挑黑色的伞是有原因的。我希望这个测量是合理的。我的脚被火烤着，真的，当你站在一个地方等待时，灼热的感觉会增加。首先，让我们测量一下地面的温度。温度计给出了一个错误的数据。是的，它可以测量温度，但不能在自身高温下进行测量。我们要把温度计放在冷水旁边，把它冷却一点，然后再试一次。我试着为温度计提供阴凉，大约1分钟，以便进行合理的测量。我连话都说不出来。无论怎样，它不肯工作了。它没有显示任何内容，上面显示 iPhone 需要再冷却下来才能使用。现在我们要测量在太阳下的温度，因为我们感受到的是在太阳下的空气温度。正如你所看到的，没有阴影，无处可藏，太阳无情地炙烤着它所照射的地方。我很难说话，头也疼得厉害。它显示了54度左右的空气温度。让我们来用这个测量地表温度。朋友们，30分钟过去了，我们很好。Roger that. 那里一切都好吗？ Everything is okay here, but the temperature is still getting high and high. 我能感受到太阳在我头顶上的强烈怒火，我注意到我的心率在增加，我在发抖。大约1个小时后，我们的身体开始颤抖。我说不了话了，太累了，我没有更多的精力，我不得不经常停下脚步。水，喝点水，休息一下，相机太烫了，没有手套的话3秒钟我都拿不住。现在所有金属的物品都在灼烧。你脱下手套了吗？ My hand is shaking, but the place where I touched camera are red and hurting. 不戴太阳眼镜的话真是太亮了，在这里我绝对离不开太阳眼镜。我现在要尝试一些不同的东西。错误，他说错误。当我把它埋在沙子里时，它又坏了。我必须戴上手套。他终于肯工作了，来这里。68.6 69.2， 我们越来越接近美国宇航局的测量结果。一场沙尘暴即将要爆发了，这里有非常频繁的风暴。朋友们，这里，你能听到我说话吗？ Yeah, can you hear me? 可以，我们很好，没问题。这附近有沙尘暴，我们在拍摄，刚刚无法回复你。现在让我们来看看这个的温度。它无法工作了，这个也坏了。是的，这个尖头可以承受高温，但这个机械装置所在的部分也在地面上。我猜它是因为高温而坏的。这个不耐用，这也没用了。激光温度计出现错误，无法工作。水银温度计上的液体粘在顶部，无法工作了。静默式温度计也坏了。Shall we walk? I'm scorching. Haven't your feet got burned? 有，当然有。想到茶或咖啡是在70度左右供应的，不难猜测赤脚踩在地上的结果会是什么。6月23日，我们测量的地表温度为69.2度，阴影处的空气温度为48.5度，阳光下的空气温度为54.1度。美国宇航局通过从太空扫描地球发出的热量，并进行红外测定，测得地表温度为70.7度。它为卢特沙漠提供了地表温度记录。这些测量可以深入到1平方公里的区域，他们测量这些区域的平均温度值。他
们的测量方法并不完美，当局应该在适当的时间来到这里，在这里建立一个气象站进行温度测量，并更新1913年死亡谷 56.7 度的空气温度记录。世界气温逐渐升高的事实意味着这一记录现在已经过期了。不知道你是否还记得，我曾把手机放在地面上，当我从地上捡起它时，它边缘的塑料被烧焦了，边上都被烧焦了，但底部没有太多痕迹。当我把它放在地上时，底部朝上一点，边缘接触到石头，那边也被烧焦了。看到了吗？哎呀，我的脚啊，他们像是在燃烧。我们在追赶另一场沙尘暴，在那一刻我们遇到了一些从未预料到会看到的东西。关于这里没有生物的说法并没有反映出事实。我曾经试过在六月的某一天，时间大约是2点钟，看到了一个沙漠螳螂的一个亚种，这个亚种也被称为埃螳。我发现了一只死去的蚱蜢的残骸，它已经完全干透，我不想碾碎它。 Congratulations man, perfect.Rui, you look aged. You consumed all the energy over there. Oh. It's time to cool down. So I'm checking his body temperature, 37.7, 132. 我也一直忘了那块肉，它怎么样了？我在那里放了一片肉。前面煮熟了，后面看起来更好，太烫了，就像我把它从锅里拿出来一样，它闻起来也像是煮熟的，中间需要煮久一点，2个小时就熟了这么多。这对你来说是一个惊喜吗？ Yes, I'm surprised. 反正我们正在揭穿一个谎言，实际上 Gandam Barian 有生命存在。我们的沙漠探险向我们表明，互联网上流传的汽车在夏天融化的视频也是虚构的。即使在这里，汽车零件也无法在一天内融化，也许他们可以在一周内融化。发生了什么事？为什么你的鼻子在流血？ Because of the heat, bro.So the first minute, because the vehicle is so hot, as you see, my hand is burned. I brought some gloves here to touch the steering wheel for first 5 minutes. We will go out of here as soon as possible.凭借其独特的地形，这个地方于2016年被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名录。我们已经结束了一段非常困难的纪录片，我们在超70摄氏度的地表温度下尽了最大努力。我还要感谢 Ahmed Chenit， 他在这次旅途的每一刻都和我在一起，用他的技能指导我，帮助我拍摄这部纪录片，比如在大自然中生存和建造庇护所。他还在卢特沙漠中拍摄了一段视频，并记录了关于沙漠另一边的非常重要的图像，这些图像在本视频中没有描述。他展示了如果一个人被留在卢特沙漠中央，即地球上最热的地方，在70度的地表上待上24小时会做什么，如何在没有任何帮助的情况下走出超70度的沙漠中央，在这段时间内会发生什么，这个过程需要什么。首先通过点击这里，我强烈建议您订阅他的频道，然后再点击此处，我建议您观看他的视频，这是这部纪录片的延续，在他的视频中见，再见 Rui Chenas， 仅此问候。